Whether it's lifting a heavy barbell or throwing a ball across a court, these movements all require the athlete to generate a lot of force. Since Newton's second law declares that F equals ma, and these also happens to be the fundamental elements in the sport of weightlifting, I want to investigate how strength and power is trained and measured in Team China. We've all seen their athletes doing ridiculous stuff like... Yes! So who better to ask than the coach himself, Mr. Shao Guoqiang, and I've also invited Mr. Li Qingzheng back to talk about the technical aspect in measuring the athlete's performance, like the bypass analysis you've probably seen circulating around the web. So in this episode, we're going to look at strength and power. But before we start, I just want to give you a quick definition of the two terms. I'm going to reference a paper I found online by Dr. Everett Harmon, where he defines strength as the ability to exert force and power as a measurement of the ability to exert force at higher speeds. Once again, I hope you can learn something from this video that will help with your training, and please enjoy.对杠铃轨迹的一个追踪来说，教练员完全可以通过主观的感觉来评判运动员的今天的发力的动作啊，包括他的这个发力的顺序啊，都是可以通过主观来判断的。其实这为什么就是我们的教练员是处于一个世界顶尖水平的一个重要的标志。那么其实在这个方面呢，就是轨迹的只是去印证教练员的这种感觉，用数字化、用量化来帮助这个教练员，这个阶段运动员的加速度是多少，在提零阶段，在哪一个他整个完成那个抓举或者挺举的过程中，每个阶段的加速度，他的速度是多少，他的功率是多少？其实这个教练员完全是可以通过主观的感受来判断的，我们只是来帮助教练员提供一些数据的支持，和这样的顶尖的教练员和运动员去合作，其实对科研来说也是一个极大的促进，也是我们需要不断去学习的。我们看到很多动作啊，就是只有举重运动员会练的，比如这速拉啊、预蹲，然后这些动作和常见的健身房的训练有什么区别吗？
不过宽松呢，我们讲的主要是爆发力的练习，结合抓紧的技术，一个爆发力的练习。我启动的动作是从起因到完成支撑是一个练的动作，所以说这个宽松呢，除了没有支撑动作，没有下蹬支撑动作，其他它动作就是一个也是说一个比较完整的，爆发力的就结合抓紧最好的训练。一蹲呢，主要是我们是挺脊的一个方向活动，主要是提高一胸腔的负压能力，胸腔的抗压就对提高稳定性，对上提是很有帮助的。另外一个就是膝关节的制动，就一蹲嘛，我们是一个制动，因为一蹲可以用大强度的刺激来提高它的制动能力。这个制动能力其实就是我们挺脊的一个核心技术，很常见的一个辅助动作。一般就是说，哎，蹬腿蹬完了，一压压一下，这个组数也不多，但是强度很大，就是这样练。其他的范畴，比如说力量举也是属于集中型的，是吧？但是它没有这个速度的要求。我们也还是要因为这个，就刚才说了，这个最短的时间内要把这个最大的杠铃达到自己能完成动作的高度，这个就是有一个这个有一个时间的概念，就是说，所以说爆发力相当很重要，对我们来说是最短的时间内爆发最大的力量，才能把最重的杠铃举过头顶。因为举重还有这个举重规则，是吧？又不能屈身，是吧？要达到自己的支撑完成，所以说，哎，这个是决定了我们举重必须要有一种爆发力的聚聚，才能去完成一个动作。这个因为其实就是健身跟我们举重的目的不一样，目标追求不一样，可能是这样啊。我们追求的是因为要记最大强度，在这个舞台上表现出来，就是以强度为标准。但健身可能就是更多是为了塑形嘛，肌肉哎呀饱满一点丰满一点，或者是练这方面比较多。所以说相对说我们的平时训练强度比较多，次数比较少，就同一组里面追求的次数就很少。像我们的一般感觉就80%以下的强度就是我们的热身活动，我们也不管它数数，就是热身活动嘛，就是为专项服务做热身活动。但是这个健身房里面那就可能是最大次数至少8个啊12个啊，次数比较多，就追求不一样，它的维度大，塑形嘛，然后我们因为我们是从竞技集中来说，哎，是有爆发力的。但咱们国家队的运动员我发现都基本上都说自己不怎么练肌肉，但是肌肉线条都那么好，有没有什么秘诀吗？这个因为常年累月这个负重训练就是这个积累的吧，这个应该常年累月，是因为从你的这举重不管怎么样你很少练肌肉，但是它的动作其实是一个全身的动作，所以说相对说你经常的刺激为我们举重动作所需要的一些肌肉就会丰满起来。但是我们也看到我们跟健身房里的比，我们某些肌肉还不是很大，对不对？但是就是说还结合我们专项的一些肌肉练习比较多一点，非专项的一些肌肉练习我们基本上不练。我今天做了个视频采访所有的举重队员，说你们卧推多少，然后他们的数据都网友都惊呆了。卧推举重运动员可能都基本上没做过，因为这个可能用力的方向我们尽可能跟专项相结合，所以说这个卧推的肌肉方向，我练卧推我宁可练这个力量推嘛，上推嘛，就实力推是吗？对，实力推嘛，这个用力的方向不是很顺的，就所以说不练卧推确实是比较少。举重运动员首先看问这个队员力量大不大，是吧？在这个基础上怎么样再挖掘他的爆发力，那对我们的专项技术去完成动作就有意义。为什么有些人你说光说力量，那力量举的运动员力量好大了，但是他的杠铃达不到这个高，完成不了我们竞技举重的一些技术要求。所以说在这个力量是基础，但是我们这个爆发力其实是一个核心，举重的动作基础是很重要的。同样有这个力量很大，同样的力量有的抓的很多，有的抓的不多，是吧？那你看这个佘志勇，这是奥运会的比赛总成绩又破了世界纪录，
但是他的同期的力量其实因为伤病的因素并没有达到他原先当时起这个重量的拉多少等多少，不是，他没有达到这个，就这个数字。他之所以能挤出来，就是一个对技术的一种领悟嘛，掌控嘛，把自己的潜能就挖掘出来。如果你单纯从这个分析力量跟抓举的关系，那我们这是奥运会的任务分成了，他没有达到自己最好的状态。啊，因为双病这个中间力量训练有点受到了一些影响，所以说啊，这个东西呢没有恒定，我认为没有恒定。但是一般的说就是力量大的你要抓很多，是吧？品的多一点，这个跟张相是成正比，应该是成正比。从一个人的角度来说是成正比，只要他力量涨，张相挺也应该是。我一个普通人说，我现在想开始接触举重，我应该先把技术先打好基础，再去提高力量，我可以这样理解吗？这样讲也没有大毛病，但是从这个举重的项目的特点决定了，就是说力量跟技术的训练要同步。我的理解是这样，举重的技术没有很单纯的技术，你说一个恒定的动作。不是的，它随着重量的变化，同一个运动员的技术也有点微小变化的。所以说，这个应该抓力量跟技术应该同步进行。那么，如果说力量数字做得比较好，基础打得比较好，价值比较好，后续的进步就会快一点。